这里，六七八五，九十，有了。大家赚钱喽，快哦！哎呦！哎，稿子爆了。跳进了，哎。所以这个加速的石头是怎么弄出来的啊？第三页嘛，第三三页页，嘛，那个锈迹的那一个，黑暗。好高一点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没加速。只要两个人待里面，就以为是加速啊。哦，好。哦。我是不是有 bug？我怎么拿斧头拿不起来呀、有可能哦。卡一下。我想捐钱呐、你要一直续斧头？900。因为我真的捐不了钱好了，呢、欸。你按着这个续斧商头就票要点啦、续斧头。点右键。哦，有了有了，终于有了。一定没原来续是动操作错误啊！哎呀，有的，我也可以发钱了。跳跳，好快好快，这个速度，对啊。这速度太快了。你看，这经济落差了。这上面有黄金，太远你了，太远，你太远了，太远了。等一下，我掉下来了，这高度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用附魔了吧？直接在这边弄吗？对。1万个来开始用啊？什么？通常都会存到1万才开始用啊。一万吗？存到1万了？我们存得到1万吗？可以啦，只要记得换稿子挖矿物啊。这边。gank 了，轮流，轮流被 gank，没有，那个团团房间修冷气的出现了，现在才出现，对，不会热死吗？几点啊？很神秘的时间，对啊，对耶，一般来说不是下午或是早上吗？怎么会这个时间？对啊。刚修完家，赶快过来这边。进哎，来了，什么中央8000金矿脉？点卡，我也是觉得有一点。对啊，后面其实得蹲得的。啊，这个挖不到。是刚纸片，觉得无所谓，没有遮 IP 被攻击。被被 DDoS 攻击了，这么快，马上就被攻击了。怕爆！战斗解除。十分分钟，神兽会震动，遭受到伤害了。我们的神兽在哪里没有啊，在那边啊，我看到在那边啊。神兽正在移动，那是我们神兽吗？蓝色的啊。他在跑我旁边而已。我把它弄到地下。哦。哎呦，摔惨惨。这11层以下就好了，不一定要11层，对不对？11层有钻石啊。以下吗？对啊。那钻主石要是在是14层吗？
学习矿物有问题啊。哦，好。还是没有看到钻。我还没看过。钻不是以几率来说第八层最多吗？没有哦。是哦。我看那个神秘的图表，他说八层最多。什么神秘的图表啊？就是有人传一个那个钻石生成几率的图表，第八层是最多的。那都是统计的而已啊。你也一堆都说在钻石旁边啊，啊不，岩浆旁边有钻石啊。哎、欸，有钻石哎、欸！我靠，你太猛了吧！就挖两颗，好好好，你挖石像给你挖。哦。我只想看一下钻石长怎样，还没看过。还没看过啊。祈祷之力是什么啊？没有啊，我这个人玩的生存不够多，所以还没看过。哎、欸，中间的祈祷之力是什么？哦哦，没事没事，是我们这个效果吗？嗯，对啊，你搞回来耶！你挖我也挖，你挖得到钻石，我挖不到。没有啊，什么钻石？哪里有钻石吗？哪里有钻石？那有钻石吗？没有啊。有啊，繁星刚刚不是还挖两颗？没有，那不是啊，那青金石啊。哪里有钻石？第一次玩生存的时候挖到红石，觉得很稀有，很开心，跟大家分享哦，钻石。可以快快快快快，给你分，你看钻石，那钻石长这样啊？哦，这是钻石、哦。给你挖，给你挖，给你挖，给你挖。你看那个蓝绿色闪闪发光的东西，就是钻石啊。我叫蓝绿色啦。哎、欸，箱子是不是要 Q 这边 ？OK。然后怎么买装备啊？高阶套装哦，哎、欸，挖到鸡眼的巧克力1万嘞、欸，他都那么有钱，我1万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很恶心是不是？哎呦，恶心是不是？因为你要挖红石吗？啊？没有没有，给你挖给你挖，有矿就挖。我在第几个？第三页。第三页好。我要把附魔地基掏空了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可以来附魔了。是27等之后买经验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嗯。楼上有铁。20等。25等，什么25等？25等买经验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全部都丢了经验瓶了。他、啊、那个附魔书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给你附魔用的。放好了。Yeah. 这一版还有那个吧，可以堆叠的，对不对？这版不行吧，点三就没有了。你不能只能单纯一种附魔而已，不能说什么哦，抗火又防。终于改掉了吗？对啊。你给我这套是什么意思？你瞧不起我对不对？谢谢，再多瞧不起一点。你还有控打字哦，我的天。储存魔力，附魔复苏好像也可以。哦，经验瓶。对，不是这个了。这个啦，耐久保护，保护室，等一下，这装备在哪里啊？保护室，装备在第一页不是吗？咦，装备，哦，高阶战斗的套装是不是？是。哦，还有什么神秘的敌人？啊，那个是打击的。这个买很多把。轻盈保护三，喷个！哎，我什么时候这么多等的？我知道。保护三，深海漫游，风力三，这里，风力三，等一下。
这里。多点清净石，我要这更多清净石。啊，就只有保护石而已哦。OK， 好。青金石、耐久、鞋子、保护衫、保护衫加保护衫可以，头盔、爆炸保护我不要，保护衫、耐久、裤子、火焰保护、燃烧可以。哎、啊，不小心多买一级，算了啦。对，火焰保护、火焰保护、鞋子，怎么都是火焰保护？我还有深海漫游嘞，怎么都是火焰？那一对奇怪的父母，我不要火焰。哎、啊，金钥匙没了。焚烧之刃，耐久，火焰保护，又是火焰保护，太多了。替我买一个装备。爆炸保护没用，丢掉。耐久。这里，这个是不要的。你们要集退件吗？保护室可以。啊，附上去。截肢克星。截。集退附赠截肢。保护室，等下多一件保护室的裤子。大家都可以一起穿啊。是保护衫。这样。有人摔到了，谁？哎、欸。是我，我摔到了。好，宝三，等一下，青金石。有没有公用箱？蓝之箱。耐久，怎么只有耐久？我怎么大家都是集退件啊？我不要吃耐久，不要吃掉耐久。我把我附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装备中，塞进箱子油。保护衫 ，OK。保护衫，保护衫，合起来。保护室。耐久。这里。OK。这个。保护，保护，保护衫。火焰保护，我不要火焰保护。等一下，燃烧横扫之刃，锋利，没有我要的东西啊。功能附魔吗？功可以啊，啊，但是不能打一起。保护伤。对不起，可以大声一点吗？他说可以附一次。哦，好。掉 ，OK， 头盔保护剑，焚烧之刃，我不要焚烧之刃，哦，无限哎，还不赶快附起来？头盔，耐久，耐三甲三无限，塞进去，可以，好，剩武器了，哎，自己一个无限，一个火焰，很少滋润。那箱子有一个无限，一个火焰，都是耐久三。节制克星，讲错。我不要节制克星，把你们当虫打哦。节制克星，耐久。哇，掠夺哎。掠夺弓，你骗我！不是啊，掠夺剑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传的啊？我怎么被传过来了？哎、欸，开放转职了。是。我底都无啊。我附魔附到一半啦、啊。我直接在这里哦。等一下啦，这。这我要怎么回气啊？请问什么职业比较好？我要回到刚刚的位置。随便选个治愈师好了啦。我要怎么回去啊？我还没附，
我还没附完膜啊，要漏水了。好不容易在那边，又要回去，好远。漏水了，漏水了，自己下。我摔死啊！你不要跳那个洞嘛，跳那个洞太高了吧？你没有轻盈的话，基本上就摔死。重挖一条。啊。有钱呢，挖一下。啊！我现在不是矿工了。要自己挖了。十一，高度十一。卡了，什么东西卡了 ？NoNo 卡了。知道，有人说卡了。卡了。